你还好吗？这也许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一个视频。哎呀，你不要说这种话。再过两小时 ，We're going down, up, and down, and like this.今天我们要做一件大事。音乐关了。你啥感想？我偷偷订了这跳伞，小吴并不知道。我知道呀。他后来才知道的，刚开始不知道，我订完才告诉他的。要不然他会说他害怕，他不去。我会去的。小吴在干极限运动的时候，他都会出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啥事情？Here we are. Let's get going. Oh no! 这儿，你看这儿。咱跳不跳啊？嗯？还跳不跳啊？我不害怕 ，I'm not scared. Strap yourself to a beautiful stranger. 一点也不害怕，你在怕什么？自由落体的时候，你没有经历过吗？那要开始了。为什么你要给我包这些东西？我只想在地面安安静静的。我觉得我鼻塞了。我跟你说，小吴，就是我们今天拿到了一张这个表。下面就是说，如果您有什么关节、心脏、运动、哮喘、过敏、鼻塞、鼻窦什么问题，就要告诉他们，不建议跳伞。我鼻塞了。他看完这个表开始，吴小姐就说了。不对吗？刚之前都没有鼻塞，看完这个表开始就鼻塞了。我昨天晚上泡澡有点鼻塞。You're gonna be fine. 采访你一下，现在啥感想？15000英镑是多少？4572。我有点不想跳了。你想跳不？还好啦，真的还好。哇，没办法。OK。你看这回来的完全非常好啊，他们内心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痛苦、惊吓。看他们痛苦吗？看得很好呀。看他们腿软不软？你们都看不到，照相机背后小吴惊恐的表情，好一点。飞机来了。但等会儿跳下来的时候，耳朵怎么办啊？耳朵会很难受吧？教练看着都挺年轻的。这个人要改到15000英尺，已经疯了，突然间的疯狂，脚没在抖，说明没疯，我疯了。生死状写完了，你紧张不？我还好吧。就录录像就比较紧张，出来透一透气。这也许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一个视频了。哎呀，你不要说这种话，刚刚我一直开车录，后面。也许也不是最后一个视频。如果这个视频还能发出来，就证明这不是最后一个视频。上餐，吃饭。Hello. Hi. Welcome to Skydive Wanaka. How are you today? Good. Nice. So it's beautiful today. It's got 15,000 feet and jump out of a plane. Yeah, a little bit windy. Yeah, a little bit. How are you feeling about it? Excited. Nice. Are you jumping with anyone? Any friends? My husband. Nice. Hello.Nice, anything you want to say before we go skydiving? I want to write YOLO on my hand. YOLO? Yeah,
yoga. Yeah. We're doing it in a second, I don't have it. Yeah. Awesome. Let's have some fun. Yay. Yeah. Hello. I'm back to Skydive Onika. How are you feeling? Yeah, I'm feeling a little nervous, but I'm good. Cool. Anything to say to my friends, to your friends, family? Yeah, I'm going to jump. Awesome. Have fun, brother. Yeah.You only live once. Awesome, good stuff. So cool. Nice way. Oh my god, the earth is beautiful. What are you going to hand to me? YOLO, but it's almost gone. Oh, yeah. Alright, thanks for this, Skoda Monica. How was it, my friend? You okay? Yeah. Alright. Congratulations! Good job, give me a handshake. Woohoo! Good job, brother. 我们回来了，虽然我也蛮晕的吧，就因为他会带你在上面转圈，但这位已经完全倒下了。喂，满头汗，你还好吗？你呵呵给人看了吗？你手上这呵呵，你给人看了吗？啊，你给相机看了？太冷了。你多喝点汽水吧，汽水是治恶心的。嗯。抱着他咳嗽。这一位。从刚才人家的店里睡到了车上，还在睡。不行，我一定要记录下这一刻，看看你变成了什么样子。我刚才走了。我要吐了。我想吐。多久？店多久？没多久，七分钟嘛，刚开。我开，咱俩死了。重获新生的小屋。How does it feel?今天真的是我人生的极限了。你还要开飞机呢？我不开了，你要开你开。你们猜飞机是我开还是他开？明天揭晓。这个 vlog 还没有结束。这小吴的嘴，因为昨天跳伞的时候
张嘴啊，你们怎么会被吹成这样啊，对不对？你现在又张嘴了吗？好，大家没有后续了，今天因为风太大，所以我们开飞机的行程已经被取消了。嗯，下午超开心，超开心，但是今天就开不了飞机了。还好昨天做了 skydiving， 这是我的伤心。还好昨天换到了最高的那一档，要不然这一趟太遗